其实唔系都好鬼闷嘅，认真佢哋玩嗰啲国家就知道。喂，阿蛋散，咁我做乜啫？边个蛋散？你个国家灭亡咗啦，不如你揀个国啦。我个国有咩好揀？冇咩好揀。做我邻居啦，傲慢啊喂，傲慢都得嘅。咁咪有啲人唔喺度噶嘛，咁你咪揀到啲国家咯。喂，东少住西藏得唔得啊？我点解啊？阿富汗啊！阿伊朗、阿富汗，新疆转共产转十世都未转到。新疆转共产，新疆咪共产咯。你用翻阿富汗啦，今日唔喺度。系，不如你用阿富汗啦。唔系，搞错搞错，西藏先啱啊！啊，西藏先啱啊！唔使用西藏啊，你用阿富汗啊，直接。阿富汗今日唔嚟啊？阿富汗俾咗人啊嘛，我之前嗰日冇上，另外有算。今日依家有几个人都未出现喎，又唔出声喎，咁你咪用住阿富汗先咯。阿富汗反 NTR 啦，系咪先？傲慢啊！爱尔兰咧，慢咯，你又试下。但又听呢个咩？爱尔兰啊！爱尔兰咯，系咯，你要可以用爱尔兰喎，傲慢或者海地都得，海地都有仗打，慢好啲咯，海地。Simon 咧接受咗啲用过国家先，你可以用爱尔兰喎，真系爱尔兰今日唔喺度啊，阿蛋散，爱尔兰又有仗打啊，欧洲有仗打啊。人家又要错，佢本身有兵霸咗，你嗰边定系点啊？你使咩玩？你使鬼错洗头艇咩？你爱尔兰你估得过嚟到咩？你有兵，你佢摆咗喺呢一个咩咯？比利时嗰度咯，因为德国孙呢一个卢森堡嘛，帮手防一防啊嘛。哦，拉防线，阵间打架喎又。你嗰个位系唔会。是不会被德国打，因为德国一落水就被英国搞定。英国呢？英国不是打我们的。是的。我不知道。南美的嘛，我不知道。打南美的。英国就打南美的嘛，跟爱尔兰都没装。哦。即是直接德国佬打啦，就是同。是啊。德国佬打卢森堡，跟着卢森堡起紧碉堡，我记得继续碉堡手。爱尔兰都没入。知佢点？我唔知咩环境啊，佢要摸一摸先。多阵咪突袭咯，等嗰啲兵调都差唔多咋。喂，我哋我啲东西会 set 晒啲兵喺德国嗰两，即系卢森堡边打你点？哦，我摆咗啲咯，未翻齐啊我！哦，即系你阵间谂住就等个佬冲入嚟，咁就搵啲保守佢。佢其实德国已经入紧荷兰嘅，我攞咗荷兰嘅军事通行咧，我谂我有两样嘢谂紧。我知，上去手。系啊，但系后尾后尾我谂紧咧，因为如果我想去荷兰手咧，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截了他入荷兰那些路，跟着就吃晒他入荷兰那些兵咯。跟住包抄，即是抄晒他那些人咯，那咪可以一次过杀了他很多个师咯。他在荷兰没有补给的嘛，我们截了他补给之后。不是有个想法喎，定是我们在德国兜返出去兜他后面呢，那他推荷兰的时候我们兜返荷兰后面，你觉得不得？定系直接推柏林啊？你想？唔好啊，推唔到柏林啊，唔够多兵啊！我谂到个方法就系唔知行唔行得通，就是、我哋尽量咧
拉一下一条战线拉长啲，等佢可以咧摆多啲兵喺边境咧，拉到佢唔可以啲兵乱咁喐，咁卢森堡就安全啦。如果你一直唔喐咧，佢个嗰条咁嘅边界好短嘅啫，咁咧就好快就重兵压境噶啦，我哋。理想，但系不停拉断防线，拉长啲。即系我想，我就咁前提，我哋单兵就好劲。我咧，我依家有十只炮咯。咁我想推咧，推条线咧，系沿住呢个荷兰，即系喺同埋德国嘅边境啊，即系杀入德国边境，就沿住荷兰条线一路上。咁佢入荷兰嗰啲人咧，咪包抄晒咯，俾我哋。我即系一边卢森堡夹佢尾，跟住一边就喺另外一边就开个中窿俾佢入，跟住就喺荷兰最顶嗰度包翻落去，系咪？系想俾佢入晒先中间。其实佢都入咗噶啦，所以我哋就咁行过去就得噶啦。睇下咩环境先，我完全唔知佢而家系点。我都唔知噶，因为我唔系荷兰唔系盟友，我唔知佢有几多兵。其实我睇下试下 work 唔 work 先咯。荷兰应该。荷兰应该唔多，本土啲兵唔多，睇个历史都系。我估啦，我谂我哋都未必成功嘅呢、這个玩法，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先嘅。我觉得只可以顶咯，即系佢冲过嚟你顶，因为卢森堡有碉堡啊嘛。但系最惊就系德国佢冲荷兰上面兜翻落嚟咁样，大剂。你哋顶唔住呢个世界真系冇交用噶啦，依家冇交用噶啦，而家都冇交用噶啦，系咪？而家荷兰仲喺度啊嘛，同埋我谂到另外，日本仔逃紧荷兰噶，你冇唔记得咯？同埋咧，逃唔晒噶，佢苏门塔纳嗰笪都好安全嘅，嗰笪都好多教育。同埋咧，我想讲咧，有另外一个可能系会失败嘅呢个玩法，就系如果我哋攞翻嚟嗰啲地全部俾晒荷兰咧，咁我宁愿唔入去。因为佢分地嘅时候会分晒俾荷兰，我想揾一个咧可以杀到德国啲师，保得住荷兰，我哋又攞得最多地嘅方案。卢森堡车入去咯，所以我必须唔好靠荷兰边境打完德国打荷兰咯，即系所以我必须系要靠呢个卢森堡边境行入去首先。Yes。首先系要三文快啲安翻先。佢冇反应啊！佢冇反应嘅，应该唔玩啦。咁佢开紧工啊，应该可能。咁啊，开波先啊！开波先啦，冇计。我睇下，唔好开住喎，睇下咩环境先。停一停啦，停一停，俾大家揿下嘢先咯。有两个转咗国。佢出啲咩部队列啊？咩都摸一摸底先，大佬。诶，苏联几时打保加利亚啦？差唔多噶啦。喂，而家欧洲局势好乱啊！我另外啲兵仲喺呢一个。仲喺呢个中东游紧水，翻嚟有排先到。南美嘅朋友仔，咩啊？我Simon 唔喺度，咁唔紧要啊！佢而家喺世界大战入边，佢唔会走到。唔系，咁今日扩唔扩张啊？又扩，还应该打咗啦。好，好 ，OK。唔系，睇下退场，等多一日，今日停暂停一阵啫，睇下使唔使。我即系食智利咯，都得。智利容易入啊嘛，因为佢多港口啊嘛。好啊，冇关系啊。好啊，咁啊食埋智利就系今日咯。因为冇交易嘅关系，佢哋唔整飞机啦。我有埋阿根廷都得嘅。唔系我有啲嘢。话唔好啦，阿根廷。阿根廷大佬嚟嘅又系。唔系有啲科研。保加利亚咯，因为玻利打紧啦，玻利维亚，系咩？画好晒线啦，
我輸緊你咩？係喎，輸緊喎。話好曬先啦。係咯，咁今日打埋波係唯有同自己咯，差唔多啦。你想問咩啊？喂，佢嗰、那個佢科研咧，佢步兵第三屆係咩噶？銀海戰術右手邊數起第二，右手邊即係人海戰術隔離嗰行，嗰、那個、研究啲乜嘢噶？嗰、那個即係嗰個係玩我知，但係乜邊一種嘅 planning 啊？你一個人海戰術，咁佢嗰個係咩啊？另外一個係機械化步兵咯，一個係步兵滲透，一個係機械化步兵咯。先即係人海戰術隔離嗰個係邊個啊？即係你得一邊嘅啫嘛，第二就係隔離嗰、那個。即係我唔係、話啲 battle 啊，即係我話咩 assorting 嗰爛成橛係關於啲乜嘢啊？嗰行嘢科研係咩 assort 啊？喂，唔係佢講緊係 assort， 佢講緊呢個 assort 嗰爛係玩咩噶 ？Grand Metal Plan 啊嘛 ，Grand Metal Plan 嘅、啊、左下角 assort 咪玩呢個機械化步兵咯。哦。我识呢个啦，嗰边咧系玩坦克啊，玩装甲车嗰啲。佢识错嘢咯，我冇理由改啊，一系就冇所谓嘅，冇，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因为个问题系你揿呢啲咧太耐先出，初期都唔会用得上。系你睇头四个，你嗰啲咩 plan 嗰啲咧，系其实呢一个 doctrine 系爱嚟防守嘅，但系即系好老实，你有几可用得上啊？你要符合嗰啲条件先用到，好难度。多嘅 bonus 咪当系嚟加下 organization 啊，加下 recovery 咪算咯。一系你就画条，你都手控噶啦。如果你手控，你咪当画条战线有个多啲 bonus 咯。我明白你讲喎，临手控之前解佢得噶啦。我会埋石啊，佢有啲佢唔系谂住再出人力再加啊嘛，条友都唔开啊。Special Forces Attack Defense 冇用噶啦，其实都唔有你换山地师咪有用咯，你啲步兵可以换晒山地师嘅。我得都其实都唔使深究咧，好老实。佢都撳好曬啦，同埋聽日你都唔知喺咪度，你話聽日唔得閒嘛？聽日唔得閒啦，聽日我都唔得閒，瞓住玩啦。聽日你又唔得閒，咁聽日都唔得閒啊！聽日不如聽日停一停啦。係咯，聽日停一停啊！聽日聽多少課歐？你星期四繼續咯，即係如果咁講係嘛？好啊，好啊，好啊！咁你揿好晒就同我讲啦吓，其实揿好晒噶啦 ，OK 噶啦。冇嘢搞噶啦，可以开嘅 ，OK 啦。有乜狗屎垃圾軍備都可以捐俾我，我係好窮嘅人。你冇開帳捐唔到喎，好快啦，就快打緊沙地阿拉伯啦，九月。我快过你，我宣战拉埋你咪得啦。正有次啊，所以我取消咗。哇！咁快脆走咗啦佢。德国走佬一开始竟然第一宣打埋同盟国噶咯。哇！做乜十四个 CC 啊？同一笪地方，荷兰，我睇唔到佢边境系点嘅情况喎。有一只坦克喺度，哇 ！Simon 啊，哇！咁啊，开过啦，不如等埋 Simon 啦。好，今日喺度。不如四一四先啦。
射死我 set 咗好多嘢，射死自动嘅。OK， 哇，佢三嗰度，哇，我打唔过佢啲坦克师喎，我啲炮兵，我啱啱突破唔到喎，佢啱啱嗰度睇到。东少你出咗 level 3 weapon 未啊？应该未啊，梗未啦。同埋我唔记得出 anti tank 噶，冇噶啦。屌，咪斗斗号咯，冇计。用人命死。喂，边咁快会谂到打德国嘅啫？谂住种多阵田啫嘛。德国嘅咩？谂住咩噶嘛？谂住保加利亚打噶嘛？我呢啲种下田啫啦嘛。我俾苏联搞啊！咗噶啦！你打到罗马尼亚唔搞，你搞边个？我打罗马尼亚，我同德国斗抢分，抢波兰啲分，跟住抢完之后，就个波兰判咗俾我啫嘛。我哋系咪有 Marin TV access 喺呢个荷兰度啊？我有啊，唔知你有冇？跟住个苏联攞，个苏联攞唔到东波兰就老收啦，输我啦。东少你成队冲过。我头先咧嗱，佢依家啱到睇到对面德国咧三架车仔，一只坦克，一架步兵。我边嘅咧就十只，我连十只炮，同埋你嗰四只步兵。荷兰嘅啦，南美补一补，佢事南美有咩事？我行入去系打唔赢佢嘅，咁我谂我个 plan 应该可以取消啦。准备得。等我一阵间睇下攞唔攞到德国军通同你吓睇睇里边嘅情况先。如果而家出 ND 听都太迟啊！我谂应该攻唔入啊，系要守噶啦呢度。唔系喎，如果德国打守反而你难攻咯，如果佢落去攞塔车嚟守就难攻。如果佢攞塔车攻，反而你有机会可以包佢。阿拉车工因为佢可能要过河，咁你过河嗰阵时可以阴佢，会减伤。有啊，卢森堡系咪山地嚟噶？我想知嗰架咩地嚟噶？森林。哎哟，减少少工我哋啦，少。仲有崩卡咁，你再减啲咯，麻烦咯。森林嚟啊，唔系山地嚟嘅。爭邊個？最多幾個崩卡咪生地咯。阿 K， 真係 K， 邊兩個玩法？阿一等等一等，好似卡神咗。安地配炮，真係怪怪地嘅。有冇問題㗎？咁好啲嘅，一个火炮型嘅，同埋一个反坦型嘅，自己佢好多嗰啲分数冇揿到，佢哋识普通步兵，咁啊出一个反坦型，一个步兵型，应该最麻烦系唔够资源先。咁啊，真系瑞士千祈唔好入战啊！可以齐啊！好，瑞士千祈唔好入战啊！我依家先发现瑞士系夹咗喺德国、意大利同埋法国。好揿住啊！同我拆晒啲队伍出嚟做咩？荷蘭那邊已經有坦克入咗去啦，原來嗰啲車仔戰人力多啲定普通步兵戰人力多啲噶？呢個山地師喺森林有冇加成嘅？我想問。车嘅人系多啲，哦，咁即系话弃坦克船。
但系你如果冇车嘅话，你得坦克啲，我嘅阿斯顿好快冇咗。即又要起啊！起重坦咪得咯。A 重坦，重坦咯。A 重坦配步兵。卢森堡嗰四隻走啦，我唔入去啦，我投翻出嚟。即系 NGL 啊！你讲紧，梗系啦，攞 AA 炮嚟做对地攻击啊嘛。得噶啦，开得噶啦，开得噶啦。乜装备都唔够啊！我好好奇，到底德国会唔会再增派人手过嚟呢边咧？收一收先啦，睇下料先。个十二队，不过好明显，德国将佢大部队放落去保加利亚嗰边喎。咁鬼长喎、啊、条线，真系好似苏联嗰啲咁嘅战线咁、啊。利斯都冇掂，其实翻地当反坦用都得嘅，怪怪地咯。使唔使咁多兵摆嚟我呢边啊？你有仇咯，即系好似打苏联咁，我觉得佢依家摆晒喺你嗰度。中间就系会扁啫，我又唔可以俾更多地地俾阿富汗，打阿富汗。首先望下佢有几多兵先呢边，我都未知嗰条 plan 可以点做。有英国嘅部队，有少量。哇！对面好多啊，真系好多，好乸多，黐线，唔好乱行。你讲德国，我哋嗰啲喺法国嗰边入，德国喺荷兰嗰边啊。哇！两个咁好多装甲车啊！我唔喐住啊！等够英国印度打，屌！咁变话一直唔喐噶，一直唔打，互不侵犯喎、啊！呢、這个英国无端端傻佬，完呢个唔升住，关我事。哎呀，有排打唔起嘅。哎呀，我冇得同德，我冇同意大利签当外归顺 pack 啊！我今日本来我谂住咁做嘅，不过我唔记得咗啊！依家佢交叉啱好正负零咯。哎呀，同意大利签做咩啊？签唔签佢入战都系入噶，咁签咗可能佢冇咁易入咧。但伊拉克你使唔使留定一两个 C 单，顺便食埋法国同埋英国啲地？得啦，我会守红啦，各位。我哋一酸沙地就即刻拉晒入去啦。系啊，你自己睇住俾人登。仲有三日，应该唔会嘅。盲哥登到好劲，你自己小心。得啦，冇啊，登到我死啊，得四个 C。冇 NG 听咁之前，我谂我都推唔到噶啦。
难咯 ，aggressive。斗望依家全部。睇怕佢条战线拉到咁长，真系可以同佢 status quo 喎、哦。真系点啊？即系势力平衡咯。我斗拉。有冇邻居帮下阿富汗？唉，会杀地师。冇啦，个个自身难保啊！依家。冇错。其实我就好想帮你嘅，但我冇讲口。我而家就等紧佢同我个烧战过期。阿卢修宝，你多啲起啦！人开咗沙地，快啲铲完佢地，开过嚟帮你打印度。我都系咁话。你起多两个堡垒啦，救你唔到啦！依家守住山地同大河咪得咯，系冇计啦。晚安和蘇律師啊！打沙地，我覺得你自己都未必殺得住你啲你自己本土喎。唉、哎，即刻唱 NT 聽先，冇科技 NT 聽大佬 ，NT 聽都未翻，八至一四個月死未？法國咧，冇啊，全部冇兵啊，應該我邊境有兵咯，佢嗰度邊冇。咩啊？嘉宾，你可能过一过条国界，打到你变目不光。都过一过啦，冇得唔做啦。我手有四攻就死，我都俾你过一攻。英国边得人搞我哋啊？打紧美国。佢有好多靓噶，澳洲、新西兰。佢嚟到，我推翻佢落海。顶你！我一攞山地士挡坦克咯。阿富汗，你俾人夹喎。哦，罗马尼亚， oh、恭喜你！你都多细仇啊！你周街喺度挑起战火，傻石，我俾人围住啊！年今日，哦，我有啲闷啊，不如喺瑞士嗰边突破，睇下人物到德国嗰边。左边有德国、意大利啊，东边有俄罗斯、罗马尼亚。直接俾人推啦！富汗，你仲有十六个师唔喐嘅，点解？佢有啲空地冇兵，所以你直接行过去。我等睇阿强哥真心。唔系你行隔篱嗰笪空地去救你，俾人困住咗四个师。夹手啊你！阿强哥呢个真三国无双。喂，我想问，边个头先话有啲闷想喺瑞士入啊？边个嚟啊？嗰个唔系啊，瑞士嚟噶。嗱，即系咁，你瑞士依家咧三个强国围住你，一个法国，一个德国，一个意大利。你够胆选举咧？瑞士想喺瑞士入啊嘛。你即系你想选举咧，冇问题。但我哋帮唔到你防守，真系好老实。佢要防就应该防到吓，山地再加咩？呢有样嘢咧。有样嘢就生叫生命冇 take two 真系，咁先啦，真系唔系真系好老实。生命冇 take， 保加利亚搞紧乜啊？专长问保加利亚俾呢个共产这个苏联打紧，罗马尼亚啱入咗 SS 咁样咯，好兴奋咯，中间开打喎，英国佬。看中间喎，十五队。佢行过去啫，谂住边度打赢啊？睇下望下咯，佢仲要过河咧呢、這个位。啊！哎，唔系、啊，我可以帮佢望望喎，真系，我有一只喺度噶嘛。依躺啊，来照一照。负五十啊，唉，佢都傻啊。等佢磨下兵先。英国好多喎、啊，成廿只。罗马尼亚，你都要打埋。喂，佢飞过派成廿几只过嚟帮荷兰喎，坚喎，卅只都嚟紧喎，哇咁乸坚嘅喂，正常。哇，所以我唔识罗马尼亚啦。好乸坚喎，英国真系。诶、欸，睇嚟有啲机会喎，要突破嘅话，佢应该可以帮荷兰手喎。啊。澳洲啲兵都嚟埋啦呢边，
阿伊拉克你睇住啊，你我哋优先搞掂咗盟军先喎，沙地阿拉伯反而我觉得佢哋唔会点攻。我咧冇兵行过啫嘛。你系守唔住条线啊！我想讲，我拉拉走。哦、咦，咁计、啊，喂，爱尔兰啲兵都可能可以拉翻落嚟呢一个卢森堡。哇，卢森堡即刻俾人嚟啦！哇，即刻下入嚟咯！阿胶，你嗰啲冇我嘅 nice season 嘅全部。我啱坐火车嚟咋，大佬。佢咁样冲过嚟。炮兵顶唔住啊！顶，我啱坐啱烦翻嚟咋？你伊拉克条线咁长，你发个子弹喺叙利亚嗰度摆一只兵入你手都你就投降啦。点啊？有兵守噶嘛？我唔见你有兵喺法国嗰边咯。得噶啦，上面要扁啊！黐线，我谂上面要扁啊！冇事啊，得。哇！推咯喎，佢推咯喎。阿姆斯就單先，我回一回我架大四船先，應該拉長條線噶嘛。咁要等你救命啊，大佬！咁又唔使十隻命，救命命啊！我自己都自身難保，泥菩薩過光。呢個蘇黎算咩事？矮咗完我先清又唔理我，咁打唔到你。係咯，肯定係打唔到我啦嚇。試下輪到佢大米先。佢有80架飛機啫喎，呢個位置。你哋有冇戰機啊？所以我都系得40架，有放炮啊！点解？我想派个40架战机过嚟帮帮手喎。我都冇打仗，点样攞制空咧？帮你。英国嗰20几个师，33个师，起35个师，我唔知喺度做乜教。呢个世界连钢都冇得用。中东的危机四伏啊！我觉得你俾我笪地我先，系唔使啦，冇嘢。唉，得啦，我再俾翻笪地你。咦，做咩苏联开咗事件话占东波？哇，535架，黐咗线啦，我先走先啦。阿富汗同佐什国输紧战啊嘛，跟住佢同罗马尼亚接壤啊嘛，跟住罗马尼亚打佢啊嘛。阿姆斯特丹顶唔住啊，大佬16对师冲入嚟。屌，佢嗰34只师喺英国下边都唔知做乜交。我嚟俾翻你。哦，苏芬战争。我呢边俾人打啦，
咦，推到出去喎，你呢个位佢转头就补人噶啦。佢真系37个师英国，我唔知喺度做乜交喎，系咁攻嗰个无谓位。佢要按历史进行，都冇噶，都冇话咁甩皮甩骨噶。够十派啊，够唔够啊？啲装甲师嚟嘅大佬，哇！佢个食出加派。我黐线个荷兰嘅呢块地，我食咗之后系咪路啊？我唔想攻出去喎，依家。唔系荷兰要扁啊！咁我食晒啲地俾晒佢啊，唔通？你他妈上面我顶唔住啊！啲英国又哇！达荷兰就嚟收啦！你个英国真系垃圾！呢个饺子嚟，你而家做咩走晒嘅喂？佢有北喎，嗰个设定。一路啊嘛，啊系啲嘢是推油，佢真系有北喎，得。真系崩溃紧喎。我覺得佢真係有八個關通乜嘢啊！哇，做乜鬼嘢？揾褪喉，都話有八咯。我褪一隻，佢同我褪曬全部。可以啦，冇咗十隊兵喎。我咗啦。正常啊，好正常啊。得，唔係有辦法咩？冇辦法噶喎。手港口城市你佢唔识喐添喎，嗰队部队我真系火都嚟喎，打到哇后面俾人推咗入嚟，佢唔识喐噶喎，佢嗰队部队嗰啲铺到铺系废噶喎，垃圾嚟噶喎，一速唔该，哦冇咯，守唔住咯，哇我真系火都嚟啊！呢个咁嘅电脑垃圾嚟嘅，呢嗰啲咁嘅 battle plan。啱啱先接手，你叫佢点样可以救到啲兵？救唔到噶喎！佢个问题佢唔识喐啊，黐线！佢一喐就全部一系就全部撤退，我都唔敢揿，我真系依家唔敢揿掣啊！佢一喐就全部撤退，得火都嚟啊！佢冇嗰啲北，全部都垃圾嚟啊！我控都控唔到，完全系根本冇时间去谂呢样嘢。我唔敢喐，屌、哎、你真系垃圾！佢做咩又喐啊呢度？唉，我想死。德国开始，我就想死。进攻法国啦，喺马其顿防线。明明啲兵够手嘅，我咁嘅垃圾 battle plan 搞到我唔够手，所以我点解卡下咁手动就系咁解。battle plan 就要。plan 噶嘛，佢垃圾 plan 咯，净系 plan 咯，净系 plan 人铲噶嘛。倒数三日。唉，我唔敢喐啊！我唔揿 battle plan 啊！佢一揿 battle plan， 又指喺度喐嚟喐去啦，跟住一喐嘅德国又入嚟噶啦。
哇，唔够补给啊，全部喺晒呢边。但佢嗰只有冇咁劲啊？我觉得可以捞过噶啦喎。头先嗰 part 你话，系由今日一开始再捞过，我觉得系。你睇下你依家打到咁样样啦，下一步系咩啊？我哋两块地都冇晒，你信唔信啊？因为电咗嘅好事啊，都不如收翻落嚟收仲好。过嚟咯，都冇乜分别啊，我觉得其实。因为个问题是你一个崩溃，佢会全盘继续崩溃啊嘛！你睇下对面几多只，十、廿几只嚟紧打紧我八只，你觉得有冇得手啊？恩重历史喎。系要捞我快咯，决定咯。我系要决定咯，我系东少捞过啦，捞过啦，唔使谂啊，捞过啊，你冇得玩嘅 ，Tony 一定灭国嘅，你咁样玩，已经睇到未来啦，我真系俾个 Battle Plan 累死，同埋俾个英国，唉，真系好鬼垃圾佢啲英国兵，翻翻落嚟手里嗰度睇下点好少少，暗屙一梦，我手红啊，阵间真系烦，冇嘢做。十对塞拉住一个口，跟住全部一齐用。唉，佢嗰个补给又唔够咧，同埋你冇反坦克都系个问题。我觉得东少都话坦克系咁剪落嚟，佢我边有遇到咁快打嘅啫。东少坦克可唔可以攻出去咯？唔使谂住攻啦，爆死啊！三九年又唔使谂住攻啦，冇可能攻到啊！佢依家洪水咁倒水咁入嚟。佢推到啦，我同你讲，佢推到一个地方，佢就会继续推。呢只 game 咧系根本你话佢戇鳩又得，你话佢有脑有头脑又得。戇鳩嘅地方咩咧？越劲嘅国家，佢会越嚟越劲，只会越嚟越劲，佢唔会翻转头。越劲嘅进军，佢只会越嚟越劲，唔会越嚟越废嘅。除非你 cut 佢补给啦，但系你冇 cut 佢补给嘅能力咧，谂住死守咧系冇可能噶。因为呢只 game 系根本玩数字，玩边个拳头大咧就会越嚟越大，即系睇数字啊，唔会睇其他嘢啊。你都系赚到核弹嘅啦，冇嘅。所以你头先个荷兰嗰度一失咧，我就知死啦。冇听过德国喺荷兰度就扩张唔到嘅喎。同埋我真系唔明白。好明英国啲兵系多过德国啲兵，佢卅几只，德国计埋都卅只都唔知道有冇，跟住一次过死咗嘛，系咪你见到？我唔知佢喺度打啲咩垃圾仗，企咗喺度，阿姆都唔守，顶唔到阿姆俾卅个思维啊！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定系佢要黐你个 battle plan 就行？我見有陣時打電腦都係咁噶嘛，電腦係乜都唔喐，係你當你個 battle plan execute 嗰陣時，佢就會黐住你個 battle plan 行。今日好有可能零進度喎，我想講。定啊，尽人事呢个世界呢样嘢叫做东少阵间，我哋将啲兵，我觉得拉落翻葡萄牙翻嚟仲好、啊。其实你上面佢咁样守，你守唔到噶。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唔够补给噶、啊。我哋唔够补给、啊，原来头先已经黄色啦，成格。我想知道阿姆斯特丹下面系咪有条河位噶？嗰、那个系咪河嚟噶？点解东四睇睇得咋？你咪隔河手啦，荷兰嗰度隔河手咯。就系、是、阿姆斯特丹下面嗰个河位度一嘢拉落去嗰度，我同你两边一齐，我一个一定唔够顶嗰度十队，就 plan 晒喺河位度顶，即系我其他办法。
反彈，唉，冇橋。入曬入曬未啊 ？OK， 飛啦，開啦。入曬啦咩？二咩？仲有邊個？邊個？冇啦。等我 set 嗰啲嘢先，翻電腦啊！唉，但過咗河就冇咗亞姆噶啦喎，佢玩到得，真係冇 Q。你亞姆上面都冇河，佢係上面嗰度吸入嚟，咁你一定喺亞姆下面嘅河手。佢可以有兩塊嘅，如果嗰個位佢有個，你守亞姆下面嗰笪河，你不如再守落。手多下落一条河啊！咁啊，呢个荷兰就咩噶咯？流亡噶咯？玩到啦，你有办法帮佢守阿姆下面嗰条河啦，即系一个 water dam， 另外隔篱嗰块地啊。咁你守住呢两块地，咁都工厂嗰块咯，一个有工厂下面同埋water dam 下面嗰块，最多嘅啫，最多系咁嘅啫，冇其他办法。仲有两个营搭船过嚟，之后就算。但系佢德国会推埋卢森堡嘅，同时卢森堡 OK， 佢顶得住，佢有碉堡。我头先睇到佢唔 OK 喎，我即刻翻去先救姜，佢先救兵啫。系啊，红色噶啱啱。你等我讲。阿富汗守控下啲兵啦，你见到有啲位冇位守，直接爬入去啦。好多位都冇守，佢唔够兵守晒成条线。睇紧啲科研几多入啊？新堡上面嗰格冇崩塔啊，好难抉择。得我同我讲啦，得啦，唔知你啦，快多阵先 ，sorry 啊。哦，好。更新。更新。哦，我记得。OK 啊，开啊。点都要帮荷兰守啲地嘅，如果唔系咧，唔够补给嘅，成块地我哋。我谂你三位打玻利维亚咧，我直接抢呢个子弟。你啲炮上晒去 water dam 嗰度啦。上埋嗰格，我哋两格啦，守呢两格啦。阿富汗而家个接管区先啦，一阵罗马尼亚入战，佢就打你嗰个接管区。
阿富汗。阿花嚟做咩啊？做咩？我话俾我话移交翻我个接管区俾我，咁嗰块地，费事俾罗马尼亚食咗。就阿富汗，你机场嗰个位佢都冇兵手，你就要行入去啦。行入去包佢啊，截佢啊！啱啱我试过啊，俾佢脱翻转头啊，我三地师又打唔入去。唔系你夹底下嗰几只啊，唔好夹上去，夹落去啊！我试下试下。你冲锋咧，你记得每冲一格留翻一只兵喺原地。啊！你四只咁样冲得噶啦。我二兰。你四只冲，你咪每冲一块地留一只喺原地咯。咩事？冇啊！你将你所有兵啊摆落去嗰度先啦，摆落去 water dam 嗰度先啦，唔好整嗰个咁嘅 battle plan 啊，垃圾嚟嘅，真系手动算数啦。我冇整 battle plan 啊，手动啊，全部。你行晒上去 water dam 嗰度啊！我仲有两队出嚟啊！你唔好摆喺前面啊！有防空炮嗰个位冇你哋啲兵嘅。即系你知唔知边架？其实塔顶下边嗰架咯。唔系啊，阿武下边 water dam 嗰度啊，因为我睇咗佢啱有条河咧，同埋啱好有两块地，啱一手嗰两块地咧，咁就挡得住晒啊嘛，同埋又荷兰唔至于流亡啊嘛。系咪工厂同埋 water dam 啊？就系、是、你依家行紧过去嗰架啱噶啦。我就摆咗十个炮喺你嗰格嘅右边咯，咁你左边就你手，右边就我手咁咯，应该守得住啩？全部冚家落 water dam， 系啊，你冚家摆晒落去啦。OK， 想做咩？得。咁乸多 green， 唔系你阿富汗，你兜路之前应该直接。你嗰六隻唔使，你嗰三隻。你記唔記得我條線啊？你應該咁樣守咯。你嗰六隻應該拖住佢嗰格嗰隻，跟住另外四隻行入去咯。你嗰三隻原本咧嗰格拖住一格。喂，你記唔記得我條線？你應該咁樣守喎。你記唔記得有一笪荷蘭得兩隻兵啊？嗰笪好脆弱，佢就一踩就冧噶喎。灾难！越守得耐，对我哋越有利。如果我哋唔帮荷兰守咧，我哋唔够补给嘅，所以点都要拉长条战先。诶，我惊顶唔住啫，我最怕。唔系咧，我想讲咧，荷兰咧吓最下面一个圣殿东边有一格咧，嗰格其实同德国接壤，但你哋冇兵喺嗰格。我见到啊，其实咁，但系有乜办法咧？你有炮，你起码分翻一至两队过去咧，佢哋同埋嗰啲兵真系好垃圾噶。叫南美 send 啲志愿军嘅咩？边有咁多兵啊？唔需要多一两隻就够噶啦，加加埋埋就好多噶啦，你哋但我都唔系和平，我真系唔得志愿兵嘅。你打紧噶？喺度打英国噶嘛？而家世界不和平啊！靓仔换橙泥啊！唔该同我，
成队 green 嗰一啲烧到甩裤啊，真系成队都唔识开炮啊，同向纸人开炮啊，全部佢爱尔兰夹硬逼啲兵出嚟，跟住全部几多队啊？六队 green， 我根本冇点 train 啫，而家都打啦。喂，真系呢个荷兰兵嚟香港咁啊？喂，冇啊，直接打咯，吓，系啊，有呢种 feel 啊，真系咁人去死咁啊，真系。完全唔够时间进行呢个军事改革啦。啲咁嘅法国真系乜都唔喐啊，好嘢真系。系咪咁样断佢啊？喂，其实我攞我俾军通俾法国，你估会点啊？嗱，300喎、啊。佢会唔会俾军通？你佢会唔会接受你嘅军通先？300啊！我都唔记得咗，我俾咗佢啦，依家。你睇下卢森堡，睇下你俾唔俾到佢。泥料哇，卢森堡嗰边我守唔住啦，原来守住荷兰，守唔住被卢森堡，即系你啲炮，你啲炮俾晒英法噶啦，俾埋荷兰啊，乜都俾晒。你俾你啲炮，你嗰十二只炮喷啲落去帮佢啊，冇噶啦，佢好守得好快啊，六日五日守得好快啊，佢真系。冇啦冇啦冇啦，突破啦！哇，冇啦冇啦冇啦！廿几队围实咗啊！好啦，点顶啊，大佬守住上身。我都未游到水过嚟，早知我唔过去帮中东啦。啊，点解我嗰十只冇晒嘅喂？喂，点解我会掉咗翻首刀嘅？我嗰十只，喂有北噶喎！你拉我入战啊！喂，真系有北噶喎！喂，我自己拉噶，你哋唔好接受啊！系咯，你哋做乜接受嘅？冇啊！喂，唔系啊，我嗰十只兵无端点解翻我首刀嘅？因为你接受咗我哋个邀请，我谂住邀其他人。我唔明喎、啊，我唔明喎、啊，喂，点解会咁噶？如果我哋系打英国噶嘛，你接受咗之后，咪同英国打咯，即系话。冇。咁你唔好要我哋啊嘛，系又话唔同英法打嘅，我谂住邀个男嘅啲啫嘛，恭喜你，老过啦好嘛，发生咩事？咁嘅料你自己睇，你自己睇卢森堡，我都唔知做乜无端邀，我本来谂住全部拒绝噶啦，突然间一只都冇得停。我话啊，今日负进度啊！我唔系邀啊，我系俾苏联打佢自动拉你哋啊！哦，唔好接受啊！全部咁唔好接受，睇清楚啲字先，冇办法，所以我只要打紧。我真系唔明呢、這个 game 系有呢个随意门嘅。我喺荷兰摆咗十只喺度，跟住我一佢话一邀我咧，我全部翻晒到首刀咯，随意门喎，黐线嘅喎。我真系唔明白，我都唔明点解会咁样嘅。我叫阿 Tony 唔好拣卢森堡啦。有啊，有错咧，有错。唔系呢场简直呢个难度系数呢个4.0啊！守得住荷兰，守唔住卢森堡；守得住卢森堡，守唔住荷兰。我唔知点守。如果嗱，我觉得咧，如果要守咧，我唔食比利时，佢应该唔会打我嘅。我要再唔系啊！我要十二队分一半，冇简单啫。嗱，我有我话俾你听，我嘅情况有几无助咧。我觉得我想捞过咧，捞到去咧，我未出兵帮中东之前，咁我就可以足够时间摆到兵落卢森堡度。我啲兵爆喎，有啊，咁鬼远，我未翻到。咁点啊？俾人食咯！如果我加我，因为我有廿几只兵喺嗰个中东游紧翻嚟，我廿几只兵摆落去德国嗰度，可能佢都唔敢过嚟。依家我真系一边守到一边守唔到。个军事改革都唔够时间，卅日啦。
仲爭曬人咧，咁講，我要隻 NT 聽，你都俾時間我，大佬。佢，我有諗過另外一個。啲路啦，唔好搞搞震啊！我有諗過另外一個方法嘅，就係咧，淨係幫盧森保守，全部唔要，有德國有法國。咁但個問題咧就係、是、盧森堡唔夠補給，我哋會餓死。但個問題咧係咧，你葡萄牙、西班牙之手咧，佢入咗嚟。唔係，我覺得嗰度咧，以後再算，佢條戰線拉咁長咧，佢都有問題嘅。不過問題依家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咧盧森堡會即刻死咗。你咁未夠十級堡壘，十級堡壘都唔夠守啦，人哋咁多兵。唉，我崩咗啊！又弹咗个 petal plan 出嚟，记得系崩咗啊！崩咗个 petal plan 出嚟啊！副正道好一句真系，副正道控唔到呢支兵啊！重开 game 啦，最好。我真系觉得，如果我单机玩卢森堡，我一定四负。好多之前啊嘛，我一定四负。我未入之前啊嘛。因为每次入 game 咧，都要搞搞电脑，同我搞嗰啲垃圾啊。哎，咁早入过，卡住咗，等阵。依家咁样，依家咁样，一系啊。爱尔兰，你守我行头先守嗰架，你守我头先守嗰架，跟住我落去守一守卢森堡先，跟住我睇下可唔可以坐一次火车翻嚟守住嗰个过河嗰个位咯。冇啊，得呢个玩法嘅啫。画面轻咗啊！你再入过嚟啊！再入过嚟啊！入第二次都系卡住咗喺 connecting 度。重开个游戏啊！重开 game 啊！赌命嘅啫 ，OK， 重开机等阵。你同德国赌命嘅啫，佢攻得快啲定你翻得系快啲嘅啫，各位系命嘅。啊，佢攻得有阿姆斯特丹先定系你上得嚟先？你原本系边个位啊？今日系悲剧，系也门，也门有冇打仗啊？原本咩叫原本有冇打仗？即系你有冇宣人啊？冇啊，我等紧宣沙地啊嘛，我宣沙地盟军加入，然后咪打。你有几多队兵啊？系啊，一阵间咧，我俾俄罗斯宣战嗰阵时，你哋唔好入战、啊。但系冇理由，冇理由。俄罗斯宣战有南美即系入战有咩影响啊？算啦。要唔叫你啲兵嚟啊？唉，你宣咗嘅话就麻烦，而家就系咁又系打晒交啦，所以又唔会 send 到志愿军入去。你嗱，你打紧仗啊？冇咩，我唔知啊。未话冇。喺英国诶、行到过嚟呢度，冇用，唔系。我觉得南美可以照 join 噶，对南美冇影响噶。我冇得玩嗰招喎，而家接本區喎，唔好咁嚟。我而家玩緊而家接本區，搞到佢打唔到我嘅。我入咗，救命啊！真系要幫佢。強，砌人啊！開得。你搞撳完啲掣，你同我講，我再 save 一 save 先。OK。
接受咗先。我 set 完啦，你可以 save 啊。OK， 问多次先。俄罗斯打俄罗斯，南美入唔入战先？即系好唔好？等阵，等阵，而家 save， 而家 save。OK。OK OK。你冇 kill。你俾啲白行水啊！佢入咗嚟先啦，已经。哇！大佬，喂，你仲唔行水啊？喂，又捞过啊，想。上紧啦、啊！你嗰四只企喺度喎。点紧咯？冇喐到，我冇见你喐喎、啊。嗰格嚟讲，系啊，黐线！我唔想再捞过啦，大佬。啊！接打啊，大佬！下次再捞过，我抌晒一部队俾卢森堡自己守住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啊！我已经被我牵制了很多兵在这边了。哎，我忘记被军通给法国了。哇，水坝那边应该守不住了，调回转现在两格。喂，我已拿控制啦，喂，掉你嗰扎兵落去咧。咩啊？控制啊，边度控制你啊？掉你啲兵过去啦。对面打紧我啊，哥。下边控制喎，大哥。得、啊。我仲有三队啊！你仲有三队喺度噶，掉埋过去啦，帮手啦。喂，我攻咗比特堡啊！
屌，我哋玩大啲啊！你阿妈个仔啊，好似守唔住，真系守唔住啦！咁多预备队就，我哋玩大啲，屎啊开！下面有飛機頂唔住啊，大佬嗰架！你唔好因為咧工人搞到冇執我架啊 ，Jason， 跟住俾人一工直接支支喎。係咯，老三寶唔好工啊，企喺度守啦。工你冇用，佢自己撤退喎，我冇撳過掣喎，佢呼我緊，但系 Jason 都自己撤退喎，我真係唔明喎，佢走曬咯喎。有我近赖 season 嘅，阿卢森宝，喂，有咩方法可以俾晒兵你啊？卢森宝，喂，答我问题啊！冇，唔系啊，你冇得咁样玩噶，你冇得咁样玩嘅，真系算数啦。你卢森宝你自己守啦，冇得咁样玩，你捞得太多都冇人同你玩啦。其实有得比啊！我点样成队俾晒佢啊？点样？Expeditional Force 首先吧，阿我要带你自己撤兵啦，你自己撤兵啊，唔玩啊，你想我唔玩啊，系唔玩，你捞咗四次都打唔掂。有冇玩啊？点啊？你哋你嗱，唔系好老实，我单机我捞一百次我都继续玩，但系我同你們玩咧，我惊我捞多几次，你哋唔会同我再玩，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点啊？坐船翻屋企啊？走佬啦，着草啦。得翻几多几多啦？你自己啊，十只炮兵你摆落去你自己个卢森堡度守啦。面守唔住噶咯，一样俾人夹死嘅啫。我而家讲紧就系卢森堡佢自己一个人守住佢嗰八级堡垒啊。系点啊？我而家守翻住原本嗰笪地点。我都话冇一手咯。你以为你依家睇得到个表面，以为有一手，但其实佢冇一手啊！同你讲，你转等多两分钟，你就知点解嘅。我依家点啊？走佬咯，依家。走啦，翻你翻爱尔兰啦，翻爱尔兰啦，冇嘢帮到佢啊！冇啊，因为你即时推到出去咧，佢见西线唔到，佢就会调翻东线啲兵过嚟。佢摆喺西线度得四十。接五十个字啫嘛，呢、這个苏联真系好过分！你有乜计啊？你依家大家各有各打，唔系你各有各打就系咁噶啦。依家个结果就系咁啦。我摆咗三十几个师喺呢边咧，跟住佢又唔算我战咯。啱啱我走晒啲师，摆咗十二个师过嚟，一直即系开我。唔系好简单一样嘢，你以为你可以独善其身咩？佢迟早打到你门口啫嘛。咩叫六国论啊？咩叫 appeasement policy？ 点解失败啊？世诶国诶呢个历史上简单呢个道理啊嘛，人类总是重复一个相同嘅错误啊！你知唔知啊？我就打到由头到尾，我都系不断帮盟友嘅，佢帮唔到啊！依家帮到尽啦，你唔够人 support， 咁冇办法。战神早应该出嚟啦。咁你瑞士出嚟死得仲快、啊，我想讲，你以为德国真系冇兵啊？佢打完荷兰就打瑞士啦。瑞士仲惨，三个国家入围住，意大利一入战点啊？意大利未入战啫，你唔好忘记喎。
你嘅救赎就系俄罗斯打得过，你企喺中间，等佢列强两个互斗。冇啦，而家冇咩解决方法。停一停先，等阵，钱都唔够啊，走佬你知唔知啊？等我阵，攞翻个军通行咗落法国先咯。其实我系咪应该俾步兵俾卢森堡啊？我直头唔 trade 住走，等我开始。我系咪应该俾步兵俾卢森堡啊？我惊佢唔够步兵喎、啊。卢森堡，你打出去把鬼咩？喂，真系唔好行出啊！卢森堡，你叫卢森堡唔好再打啦。嗱，我 Tony， 我同你讲清楚，呢啲炮兵系佢个组成系乜嘢？嗱，佢个组成系七炮二步，你行出去死一隻炮咧，佢就少一个血。你仲行出去咧，冇人救到你嘅。依家你唯一救赎就系我攞住啲炮同你守住个死守个 base。依家搞到我净系，依家你知唔知我搞到我净系想俾步兵你啊？你如果仲行出去嘥，你系咪开咗 aggressive 化删咗佢啦？拆晒啲 plan 佢啦！我应该受到起十个标。我见佢咧就冇话进攻线嘅，佢系开咗 aggressive 自己打出去啫。佢晒所有嘢就企喺度得噶啦。你嗱，你唔够炮，逼停，佢会加防守噶啦。你唔够炮咧，你同我嚟讲，你唔好顶到个炮咧，负七百几啊，一千咧都唔出声，跟住又卢森堡俾人打埋，咁我嗰啲炮咧就白白送埋俾你啊，我用死。即系唔系呢啲时间，真系讲清楚，呢啲时间真系讲清楚，生死存亡。平时我都冇乜所谓嘅，一齐笑一下咁样倾下偈，倾下松咪算咯。大佬依家捞咗几次啊，大佬，我都觉得过分啊。通少，你唔系谂住十队兵同佢死守噶啦？嗰、那个位，我嗰啲走晒啦，已经坐一次船。强，我送咗俾佢啦，啲部队已经唔关我事啦。我紧紧走一次啫。好过分嘅俄罗斯，必须教训下佢。嗱，一阵间咧，德国会攞埋法国，咁就自己搞掂啦。你哋，我唔识啊，呢场真系唔识啊。你使唔使守住李西班嗰边啊？你会唔会？你自己搞掂咗自己先啦，真系好老实。等南美打够啊！广州有少少想宣法国啦，趁德国打法国嘅时候，攞啲南部南法嚟用都好啊。我同你讲啊，比利时有几多兵啊？佢德国起码有三十几只啊。其实你而家蹲住翻嚟有得打我哋东少，我哋可以储少少资本先。我后屘谂翻，系咪应该帮法国守啊？不过后屘我谂翻，嗰佢全部河冇河嘅，成个平原点守啫？你睇下推得几快，佢得佢法国又唔过嚟守，冇得玩嘅、啊。依家你只系重演，你只系重演玩家打电脑嗰个情况啫嘛。仲未打，仲未打阿强嘅德国。点佢点解会打我啊？会打你咩？佢关系正六十九喎。哦，你讲苏联啊？你俾苏联打下你而家系。系啊，我系苏联啫嘛，关德国咩事啫？待遇子，上晒岸先再算。我而家决定打呢个苏联，佢成日喺度咧卡住咗喺度，又想打我，又唔想打我，咁样好烦。我一行开佢就打我，唉，算啦，算咗佢先。哎，嚟啦！我好小心啊，呢个 question。D D。
唔好接受啊！又kick佢算啦，打苏联啊！系嘛？一个网想打入嚟嘅渣渣，分头行咧，我哋弱国集团唔系引起大国之间斗争，然后整一食夹棍嘅咩？点解我哋要挑战喺大国之间嘅夹棍集团？等你南美崛起先啦，打紧啦。阿富汗见到有空位就入啦，打咗佢底下嗰啲先。你个陈姐咪行入去，九姐就行。做紧。系噶，我之前谂咧，我哋谂住即系联盟啊，SS 喺度打欧洲，我哋食晒非洲啲地嘅，系咁噶咋。过喺欧洲度主战场嘅，立陶宛再度回归啊！我知你点玩啊！你用呢条咁窄嘅线去玩啊！死守嘅啫，你都打唔出去噶。而家你系呢个 Sparta 啫嘛，喺度玩。阿卢森堡仲喺度嘥兵，我唔再讲啦，你自己搞掂佢。我真的不再讲了。见到。我仲要打你，我唔永不悔改。我哋仲行。Nogi 你删咗个 aggressive 啦。假象嚟嘅卢森堡，你唔好以为你可以打出去啊！我觉得系咩啊？我觉得佢根本系放纸批嘅，已经你信唔信啊？角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电脑几好，聪明咗，识得用呢个幻角去引人出兵。你好衰啊！以前好蠢噶，以前系咁围你，但系佢唔打你噶嘛，而家佢会退兵引你出嚟噶。啊！我唔到嘅。头先我坐艇咧，坐到唔够艇，点知要点啊？唔好吹啊！同我全部做外贸嘅翻嚟，同我坐船走咯。系好似人哋英国咧，记唔记得啊？叫晒一双船啊嘛。系啊，阴公猪，头先就系咁，我要叫啲双船嚟叫坐渔船翻屋企啊。系有啊，唔系你知唔知有啲实屎系坐有冇见过嗰啲艇仔啊？即系好细格嗰啲艇仔啊！真系有几有可能多一件。系出海钓鱼嗰种咯，真系上五人细船噶嘛。吊上啊，根本系，跟住嗰啲坦克车咧，后屘德国啲人影翻咪，全部啲重装备留晒喺个岸度咯。法军同佢赔咗好多条命，同佢死守，就玩完啦。中国就嚟玩完咯。哦。終於呢個就係 effort 完，
行啦，阿富汗。你攻埋，你唔使打嗰只，你行到去港口接灾补给就赢啦。嗰边依家我觉得根本，唉，我唔识讲。你保加利亚，你一次切开德国同埋呢一个苏联，边有可能你会见到德苏？你边有可能会见到德苏大战呢？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你唔好忘记电脑系垃圾，佢唔识登录嘅。英国同德国嘅作战咧，只系限喺法国同埋比利时嗰啲位冇噶啦。之后唔会再有，跟住嘅结果就系咩呢？德国会食埋瑞士，食埋卢森堡，食埋葡萄牙。又打你？系啦，跟住咧就保加利亚就夹喺佢两个中间咯，一个打两个咯。跟住我啊走佬去非洲，睇下走唔走到。所以我唔识讲，我都唔讲嘢啦，依家。有啲逼，有咩好讲？依家咁样嘅情况，一开始已经根本就大家嘅策略已经错晒。跟我以为有几队兵喺非洲度嘅，弱国啊嘛，系我哋而家系照咗一个弱国就要做尽，明呢一句分钱出嚟，即系我哋分啲咁样。系啊，我唔明呢一句分啲兵喺非洲度咯，冇用噶喎、啊，阵间手到不如冇咗啲殖民地好过，冇厂先，紧要系冇，呢度冇啊，救命！诶，伊拉克打得就快，整紧装备等等，等到十月先打，慢慢嚟，未够炮完全，可能十一月。你同苏联咁样打，你谂住拖几耐啊？嗱，我系俾佢打。你有咩奇迹去反攻先？我而家喺度整紧个 plan 啦。你德苏大战都要等四一年嘅咧，有排等。你觉得德苏真系会大战咩？苏格兰灭咗你好过啦！你真系觉得佢哋会大战咩？我都唔明点解仲可以讲到呢一个枪战。史实高就点解会开战噶？咁依家英法够英国同德国够打紧啦。你觉得佢哋有冇打过？我觉得佢哋冇打过根本。咁系因为美国入咗战，应该啲兵调咗落去啫。唔系，系因为英国唔识登陆德国，德国又唔识登陆英国，咁啊拖到1949年完场。场场都系咁，你问 Simon 就知啊。有冇计嘅？但系德国同苏联唔同啊嘛，佢哋能够接壤。苏联系会打德国嘅，只要佢能够接壤。嗱，咁就前提啦。前提。前提咩啊？我一早我已经讲，我唔明你点解你打波兰。
打土耳其都好过打波兰。我永远我用德国或者用其他国家我都唔会打波兰。根本波兰一系就一个缓冲国，一系就系德国同苏联等佢两个自己开战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我永远唔会打波兰。好波兰咯！我而家咧系用一个最友好嘅方法攞最多地，但系又唔会影响德苏大战。阿姐，德国同埋啲苏联孙阿富汗啊！你可以等多四五个月，你睇下佢条边界线。好啊，睇下咯。等多四五个月咧，瑞士同埋呢一个卢森堡应该都灭咗国噶啦。咁你系唔关我事喎、啊？卢森堡点都会被德国打喎、啊。咁你咪话唔关你事咯。咁咪话唔关你事，我冇乜嘢嘅。等咗就走。咁咪 Tony 出大厅咯。仲有咩好讲啊？你都讲得出呢一句说话咯。哇，咁唔打得噶你咁样。个人可以咁人渣嘅有阵时。我有咩好讲啊？仲系咪先？即系你哋话啦。我有冇讲错先？我可以点样帮佢手啫？根本你一开始个战略有问题，打唔好打波兰，走去打土耳其，你依家够军够够兵力可以同阿苏联一齐围德国啦。佢噶，佢装 ally 啊，唔系我打佢，系佢主动装 ally 噶。咁点啊？佢装 ally， 佢打我，梗系要守噶啦，系咪先？咁你守冇退啊嘛？我推唔推影响啲咩咧？咁契机啦，契机啦，你接样啦，苏接样契机嚟啦，你有机会。啊，咁我问你啊，我就计好个 plan 咯，而家佢哋咪黐埋晒咯。啊，咁我问你啊，我哋盟友死嗰阵时，死紧嗰阵时，你喺边度啊？花生，我可以做咩啊？嗰阵时，我已经同英国打紧啦，嗰阵时。喂。我走去中东帮完人之后，我仲要游水翻嚟帮卢森堡，就系咁多我顶唔顺啦，因为我赶唔切翻嚟。你咁我行咗咁多地方，咁你喺边度啊？食紧巴尔干半岛啦，我俾人打紧咯。你一路就自己食地，嗱好简单，我同人一齐打仗。未装 Fester 嗰阵时咧，其实我俾英国系咁分落嘅，你睇唔到啫。唔系我好简单一样嘢问你，我打仗咧，我分地系一齐分嘅。我分俾佢哋，你打仗就一个人打，打完之后咧，仲要话自己唔够工厂帮人，跟住又继续打其他嗰啲有 ally 嘅国家，跟住咧到最后你一有冇出过兵帮下卢森堡、帮下瑞士或者帮下中东咧？即系嗱，过到去我就过咗啦。唔系，即系阿强，我平心而论啫，我唔系话要点样样讲话乜嘢嘢，定系话要针对乜嘢？我平心而论啫，真系。我讲翻个事实出嚟，我客观个情况就系、是、我分地，大家一齐分，有咩难嘅我过去帮手，咁样样。咁你到当时打咁耐，咁你觉得做过啲咩咧？又我都话咯，我嗰阵时已经 water 上好高，我打边个国家英法都会保护我。咁你装埋嚟，你哋提早打英法嘅啫。冇啊，其实我觉得而家系等沙文嗰边嘅，真系冇乜桥。非洲特别咁够分俾我顶咗啦。嗰岛真系唔识打啊，重声啊嘛。你点都要守住个首都噶。啱啊。哦，冇兵回防啦，我都开烂啦，我觉得呢一场。阿富汗都死埋。我都话啦。我一早讲咗噶啦，我真系唔明白你分阿富汗俾阿富汗做咩啫？一个德国或一个苏联踩入嚟，你真系以为好似打电脑咁样啊？封住个电脑咁就等佢唔敢过嚟啊？喂，依家十几个玩家喺度连紧线啊，冇得 safe flow 噶 ，safe flow 嗰几次啲人都走噶，你明唔明啊？我上网打，我一定唔会咁样做啊！太高风险啊呢个玩法。听日应该同阿 Lee Jack 讲，你嘅兵咧，因为有我喺度而仲可以存在到。佢本已经死晒啲兵，如果仲喺嗰条防线，争啲坐唔住晒头艇翻屋企，认真。喂，印度嗰度，个契机喺边度？我话佢冇手手都爆咗。Simon 冇契机噶啦，呢场呢场等输啊！呢个我已经预测到未来啦，同你讲。快！美洲做唔做到啊？美洲做唔到嗱、啊、嗱，讲呢样嘢嗱 ，Simon 你自己讲，
德国同苏联打，边个会赢？你自己讲。德国会输，输人嚟。唔系喎，喂，佢会输嘅。喂，因为我哋揿住下面，苏联喺东边，西边有人不断登陆，佢打唔到咁几耐嘅。嗱，唔系喎，喂 ，Simon， 我记得你有一次打咧，系德国成个苏联食晒嘅，你有冇记印象啊？你记唔记得你嗰场啊？你嗰阵时德国系强盛嘅，你而家德国冇当时咁强盛。你觉得佢食完法国再食葡萄牙咁够强盛啊？次序问题啊，佢嗰阵时系即系 AI 在1.0 嘅时候咧，佢食好多国家，民国都未同佢开战噶嘛，即系冇民国扰攘佢啊。但系依家同你剛才講的情況不同，美國和英國在開戰，現在不是美國和英國夾德國，我們可以陰他的嘛，你直到陰的了，現在你不能是正面同強國打的。我又問回一個基本問題了，英國和德國永遠都不會打仗的，因為他們是不懂登陸，會有一些簡單的登陸擾攘，但是不對於德國的國力是沒有影響的嘛。真正的大仗，真正的大仗是什么呢？德苏大战没有了。你英美那里打呢，我都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谁会赢，可能都是看到1949。我现在等着就是英美国呢，为什么不登陆这个意大利的？没有啊，因为美国打紧美国打紧加拿大咯，第一样嘢。第二样嘢系美国佢咁远，佢可能唔识登陆咯，根本就系、是。美国是会登陆意大利的，这个他是打法看了很多次，我都是这样看的。美国是会率先登陆意大利，然后在下面打了很多年就会拿到瑞士，跟德国拖很长战争。但是意大利没有参战。好坦白说，我觉得德国吃了法国之后呢，我觉得他会吃了苏联。系冇参战嘅，我哋帮下手咯，帮苏联咯，但系咪咯？你一定帮苏联啊，苏联唔俾佢食得噶。根本由一开始嗰步已经错咗。既然讲到咁冇希望，咁倒不如系就 re 咯，一系就搞第二样咯。如果讲到咁，你 re 有咩搞啊？想唔好太细咯，啲国家即系可以细，但唔系细咯，即系得个一格地咁咯。啊，调翻转问啦，点解唔可以输咧？一定话赢咧，巴西啊！我意思是打機啊，打機是開心啫，即係無謂搞到而家搞到好似打交啊，有啲僵。得就係好長唔會輸咯，我因為電腦唔識核彈，我覺得係有一贏嘅。核彈等好長期噶啦，即係我哋見到可能1970几年嘅打到。喂，我問一個問題啊，你陣間個個揀大國，三日之內完場。你哋仲有冇兴趣玩啊？我都系拣翻也门玩嘅，我唔会应该唔会中意拣泰国。瑞士仲喺度喎，瑞士而家有人控喎。瑞士喺度啊？我咁得咯，起码你一轮先。中国玩完。哇！
我啲南非嘅唔系南美洲啲地咩啊？瑞士卢森堡啊！但系主权喺你度喎，你要俾佢哋。request 我嘅咩？你攞咗啊嘛，佢当系你食咗啊，因为我 ok 完之后点解？你都 request 我俾啫嘛。其他唔知够唔够？你同我俾啦。系啊，你俾我俾唔到佢噶。我哋俾我哋。非洲快地冇咗，你睇住啊！你哋。你中意你可以俾佢哋嘅。阿富汗都阿威防 keyboard 啦，多一个 game over 啦已经。God bless him。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不应该打英国噶。是英国，即系我打嘅，我哋下个打边个？南美洲队啊，讲清楚先。你点解？点解阿富汗？点解阿富汗？我想问点解阿富汗会打英国嘅？原本 Jeffrey 琴日嘅事咯，我一入嚟就无啦啦话要打，摆埋线，即刻开咗波啦已经。咁点解伊拉克都会入到战咧吓？我冇入先啊。哦。我企咗喺度啫嘛，依家冇嘢可以做到。南美系咪得闲嘅？佢可能够打嘅呢场，我对我太高。南美洲，南美洲，发生咩事？喂，唔系咁行喎。打边个国家？因为其实是你没有守的守到不是不是不是喂南美洲我们是打巴西先是不是的我最喜欢了打阿根廷先会好一点打阿根廷先是啦正常会好一点的是啦巴西的话是哪个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啊你们阿根廷啊阿根廷啊 OK 啊你算啦，到你算啦，冇乜政治因素。系咪小算啊？观众留言我不想读了我唉我就是不想出声你知不知道那个个为自己那我又为自己咯放置阿飞咯看下海咯其实防空棉有没有用的我想想对面打 close support 才有用如果飛機多咁，會唔會有啲用啊？你整個兵隊可能掛幾支防空炮咁，真係應該 OK。打唔到戰鬥機嘅防空炮，轟炸機嘅可以打。淨係打到近距對地攻擊機。AS 啊，只可以打。Yes。Oh my god！ 咁波馬咧？波馬得唔得？波馬得唔得？波馬除非佢係 ground support 咯，除非佢 set ground support， 咁有機會打到。OK 明。喺城起嗰啲高射炮咧，即系佢城市嗰啲高射炮咧。城市高射炮乜都打到，我记得啊。我都咁。嘢你嗰啲八八嚟嘅，全部都系。
人叫我，有人同我讲话唔好咁快咁灰、啊。喂，大佬，我睇到晒未来咯，我已经知道之后会系发生咩情况。你觉得仲有嘢可以讲咩？可以讲嘢噶啦，冇嘢搞噶咯，搞唔到啊！你一喐一喐死噶啦，我都冇嘢搞噶。一喐啊死！唉，我哋船准备过去咩添啊？准备过去呢一个咩添？阿速尔添？你摆喺度，阵间佢 post strike 过嚟炸死晒你啲船。我唔知点解冇得喺呢个位出喎，生产员。我真系冇得拣呢度喎，唔明。我睇下有冇马德拉先拣。冇喎，真系拣唔到。呢、这个港叫咩？呢、这个港冇呢个港，呢度得唔得？系咪要首都连住先得？可能系咁咪死啦！唉，手动啦吓，手动啦，唔记得啊，由佢死啦，冇办法。阿斯同我讲嘅，等一阵得唔得啊？咁一样嘢咧，要求五十间厂嘅，我惊我俾完地你之后，少咗五十间厂啊！我研究完再同你讲啊。哦。飞机又唔会俾人炸死嘅，摆喺度先。始终喺度啊！之间点样斗争？美国好少会喺墨西哥做驻重兵噶喎。禮嘅咯喎，打阿根廷嘅咯喎，正佬大佬阿根廷真係，喂，係咯，兵行咗過去，好啊，等陣先，仲有隻，仲有五隻兵行咗過去，好，都埋先得，中間冇人守嘅喎。
唔系你话打得我就打噶啦。打得未？五只兵到未？你中间冇人防咯、哦。中间边个中间？只系中间咯。哦，我唔够兵啊！拉入好长个防线啊！因为唔要啊，只系下面嗰橛咯。我哋喺中间打入去咯都得。哦。你冇必要成个守晒啊？冇守晒，守中间啫，真系。好得。个波都好长。你话开得波，我啊揿掣啊！我小心中间俾人切咗，中间切我哋就玩完噶啦，下面啲兵。所以咪话下面宁愿俾佢攞咯，跟住我哋喺上面慢慢打翻落去咯。去到1月24号就冇噶啦，你。加利亚嘅战啦，而家开始未？可以啦，算噶啦，算啦。好啊。系咯，拒绝啦，拒绝啦。哇！你烏拉圭瓜阿根廷啊，你係？係啊，巴拉圭加烏格阿根廷。巴拉圭，巴拉圭都好多啊。咁進取咧要，都唔係好勁嘅喎，其實。唔緊喎，我覺得已經好極限噶啦。阿根廷守住先咯，等巴拉圭成員落埋嚟咯。你行側邊打到巴拉圭手都劏佢中間，跟住直接落手刀啦。偏平原嚟啫嘛。平原，哎呀，咁應該等我哋坦克出嚟啦。係啊，我哋坦克。後邊係平原啊，你冇聽錯。仲起緊喎，一隊啊，終於
南美洲三国播一部工厂数目，我五十。六啊四，我俾你啊。十九。有啲计唔到唔得，咁我研究埋完，我先同你讲。就系唔过梳先啊嘛。你被人輸緊喎，長字九我都唔得，傲慢嚇？傲慢咩？呢個 Federation of 收唔知乜嘅啊！唉，嗰個即係也門啊，也門宣你啊，唉啊！免攞英國地嘛，反正我困咗喺度都唔嚟做。都唔輸美國嘅，通宵搞乜鬼？通宵而家預測緊未來啊！我睇到1987年。會用核彈解決。而長期攞非洲過，歐洲啲地都俾曬 S 攞噶啦，最後都人口真係個問題。
哋有冇人山窮水盡，開到最後個人口嗰個政策啊？叫 scrapping the 咩 barrier 嗰個嘢啊？哦，五通底 scrapping the barrier。我好难开啊，六百字点咗？我尾二啊，我而家我都差唔多咯，我哋赶堂噶咯，我差唔多啦，真系唔够，我都要上埋最尾嗰个噶啦。好啦，佢死唔救人啦，要缩要搭上埋最尾嗰个啦。人口都好大问题。得17队都已经尽晒人口啦，点打85队兵呢？南美使用核彈就好少，射击机都是打美国的了，唉，打美国分地分晒俾全世界同盟的人，跟住攞美国的工厂嚟全面反击欧洲咯，唔系点啊？点打南美洲打得咁慢？够唔够做啊？应该够做啊！啲工厂咁多，应该够做嘅。咦，咁奇怪嘅？我个热门嗰块地，阿富汗块地空咗都冇人打嘅，加埋个加拿大，点会唔够地啊？走去自殺啦！冇啦，冇計啦，唔會做啦。我企喺度等。我咁快打到貝爾洛斯亞里斯嘅，我都企喺度等啊嘛。都唔係自殺啫，起碼守到港口，又唔係打阿拉伯，佢得兩個師啫嘛，好嘛？仲要但係你首都就係港口咯，你唔快燒一燈籠你就投降。我仲有一個原因。夠時間生一個師出嚟，咁快嘅你打得太準啦！啲兵好勁，變咗啦，講多。断咗冇补给嗰度死紧嘅，有冇山地都冇补给嘅。佢下面有一格唔系冇人守嘅咩？上面有一个一人守，一下面冇人守啊嘛，有一个。佢一打我死噶。讲咗有巴拉圭落咯。
如果要隨時出兵嘅，請隨時講啦。兵多到。哦，終於有20隻兵啦，終於都。被 capture 东少点睇？吓、啊，我都话早预计咗未来啦，呢个系预料中事嚟喎。你未来系话我哋会输系咪啊？系啊，我觉得就永远输喎，即系你话系打到完唔到可能会。主要原因咧，就是德國好戇居咧。如果佢俾英國唔死咧，佢嗰啲兵咧就隔岸對望嘅喎，即係佢可能會打你葡萄牙，但係派好少兵嚟打你咯。之前版本咋？我研究完的了，即是你问我拿点都没问题的，五个的了，我现在研究第二个了就可以了。公司是不是都开了五个的了？你觉得有一半玩家走场，你觉得算不算赢了？人是准备牺牲的。我开直播的目的是乜嘢？要打赢要啊！错晒，我开直播是因为多啲人一起玩嘛，一起开心一下嘛。
你依家有啲人打打走，你觉得开唔开心？咁你又用细个啊？点样齐齐大国啊？唉，咁你用大国，你用大国又冇人玩先。喂，你用大国又冇人玩嘅啫，有乜分别啫？即系个个都觉得闷啊，唉，唔睇啦，唔玩啦，咁样样一样啫嘛。要十一点完好唔好啊？仲有几分钟？你哋话事啦。估唔到北歐三小國先一個喎，但係發現冇死喎，都冇加到任何嘢，個生存技巧咯。係因為整到亂曬成張圖，咁你冇入任何嘢，冇做任何嘢俾生存咯。我咪唔錯咯，就係咁啫嘛，一樣。人有要求，冇人有性。
巴西咁劲嘅，可以有咁多飞机嘅？咁即系去陆军约咯。如果去多飞机嘅话，陆军加埋仲多我哋。就系咯，喂，系喎，质量。阿根廷首都去咗边嚟噶？上边咯，下边都死晒噶啦。香港一个山区嗰、那个。上面因为而家系占领啊嘛，唔系真系拥有噶嘛，所以其实食唔到啲 manpower 噶嘛。系啊，咪就算你食诶食咗啊，都得加几 K 嘅啫。人民系湿领土。但系计我本身块地，我嗰个人口得嗰1.4M 点够打啫？我觉得今次难玩就系因为唔俾游走喺嗰啲大国之间咯。下次如果可以游走喺大国之间，会容易啲玩咯。你啊，你同佢问一问 Simon 先，问下佢点解唔俾？你游走头先都唔会输噶，你咪全力帮德国啫嘛。德国然后呢个界地界咗法国嗰条地俾佢，佢咪唔会攞到法国地咯，咁咪赢咗咯。上头先咁赢嘅。但阿 Simon， 我据闻 Simon 讲过话，点解咁快赢就系唔可以游走喺大国之间，所以要禁止啊嘛。而家变咗极难难度。咁点啊？系咪开个场咩啊？唔系，可以。比上次系仲快过第一次赢噶。佢壓制咗個德國嘅發展啊嘛，我仲易贏咯。有啲咩烏先？你啊完得唔得？可唔可以完啊？得啦，完啦。OK 啊 ，thank you 啊，再夹啦，开独身啦，第四，啊，后卫开啊，后卫开啊 ，yes， 瑞士个排名升到15啦，后卫开啊，拜拜 ，OK 啊。